大家好，我是安娜。今天这期视频想给大家录一个比较简短的午餐 vlog。我跟大晃下午要去办一些事情，所以说留给我们的午餐时间其实不是很多，但是我们还是打算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吃的尽量好一点，高级一点。那我们现在出发吧。我们今天中午打算吃这个炒汉堡。这两个汉堡我都想吃，我要吃一个这个牛排的，还要吃一个这个火鸡的。大胖喜欢吃牛排的。你好，你要这个顾客在吗？三点起喽。你好，你要九幺的顾客是吗？是的，好的，谢谢。这是你点的汉堡，给你回一下一个厚切牛排堡，然后是一个火鸡堡，你配的是香骨鸡和中杯可乐，这个是牛排堡，中份薯条和可乐，番茄酱在这里啊，吸管自己取一下哦。好，谢谢。那餐点齐了，请慢用。这个包装好酷哦，你们看，把这个打开，有没有一种潮品开箱的感觉？我点了两个汉堡，分别是这个整块厚切澳洲牛排堡和这个手撕火鸡肉鸡腿堡。哇，这个好厚啊，这个是20毫米厚切。一般性我们吃到的那种牛肉汉堡嘛，都是那种把牛肉打成肉米压成一张饼，但它这个是真的是一整块都是肉。好吃。好满足啊。这肉饼有好多肉汁。就你每一口这个汉堡咬下去都是大大的满足，因为每一口都是实实在在肉的感觉，肉质非常的嫩，又有传统的这种酱，下面也有那种黑椒酱，好吃。接下来尝这个汉堡，先来个一大口。你们看，上面是手撕火鸡肉，搭配着下面的香辣鸡腿肉，然后上面还有英式的辣酱，搭配在一块，这个还蛮新奇的，好吃。这个汉堡越吃越好吃，你们可以去尝尝，真的挺好吃的。它这个辣酱特别好吃，酸酸甜甜，然后微微辣。
最后一块，接下来我跟大胖慢慢的把我们套餐吃完，下午就出门办事了，还是很满足的，感觉这个午餐既快然后又还挺高级的。大家也可以尝尝肯德基出的这两款新汉堡，喜欢本期视频的可以一键三连，也可以分享本期视频，如果喜欢我们没有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。